29，如果你们觉得呢，你们生日呢一年一年在过，但是都还交不到女朋友，旁边很寂寞的话，所以这首歌一定超适合你们的。好，29，好，再等一下好了。好，所以现场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谁了吧？然后你想好，非常好，请不要回答。我们的活动，我们的品牌，就是呢，我们在网络上呢，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专业，我们有办了一个活动，就是贺年卡的活动。但是因为我们是黄皮箱嘛，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我们的皮箱，但我们今天没有带到皮箱，所以呢，你只要上网，然后写一些话，或者是你想问我们什么问题，你都可以写信给我们，然后附上你们的地址，我们就会自己设计贺年卡，然后寄到你们家这样子。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回去有空上网的时候留言给我们。OK， 29。嗯，我有啊。你要下去吗？你帮我录，我拿纸给你。